我不会，刘亦凡，你至于吗？啊，跟我还保密？我已经求婚了，帮你保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人或许我还能信，你跟蜜月那可能……哎，我嘴最严啊，我对蜜月一视同仁。什么双喜临门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姜啊。蜜月说你脱发，所以说我买了生姜给你送过来。你怎么知道我脱发？他说的。嘿嘿。请问东西放哪儿啊？这是干什么呢？求婚呢？求婚？你们送错了吧？没错，水桶文化是这儿，你们那人订的。哦，那个我订的，你就放旁边就行。啊啊好。啊！我被你点了，我天！蜜月。 这条期待跟欢乐。是拉满，拉到我这儿来。现在怎么办？一问不问，那知道怎么办吗？蜜月，蜜月，蜜月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么投入？我在想啊，他会怎么向我求婚？求婚的时候要不要哭啊？万一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呢？你也想太多了吧？是个西瓜，我不吃。啊？为什么？ 说不定他今天晚上就会约我吃饭，然后偷偷的把戒指藏在蛋糕里。我现在要留住肚子的，不然我就吃不到戒指了。这也太土了吧！土妈，那我觉得刚刚好哎。提前订了一家餐厅，餐厅。提前跟餐厅打好招呼，把戒指藏在蛋糕里。哎，苏总，我是忙活半天，你跟着抄作业呢。 咱俩不分你我啊，以后我也帮你。最好吃。哎，对了，你可千万记得让他中午不要吃的太饱，把肚子攒着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他要是吃太饱的话，晚上就没有胃口吃蛋糕，那就吃不到戒指了。你这也太土了吧！你说他会不会约我去看电影？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，屏幕上出现我们两个人的照片。这也太没创意了吧！那第二个方案，你约他去电影院。你不。 你没创意，我能想到的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约我去看日出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拿出戒指向我求婚。当他约你去看日出的那一刻，狗都能想到是要求婚。你带他去看日出，哎，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噔，书上写的，不是，这种现象的，不好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的。要不干脆这样，你把求婚的地点选在咱们公司。 你看，我们公司呢，继承就了你的事业，又见证了你的爱情，对你来说意义非凡呀。我觉得这个好啊，就这个了。那现在这个地点定下来，那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就是通知女方的爸妈呀。然后，哎，完了，他爸妈应该快到我了。谁爸妈？华千金的爸妈呀。喂，哎，妈妈。爸，你觉得速度这个人怎么样？ 跟你抱怨，算了。月月，你打算怎么设计分呢？不知道。喂，到了到了，刚到的。哎，不按你接了，我们自己打车来的啊。不敢了不敢了，我们都不方便。谁呀？一个网友。 网友，你们今天来是见网友的？我怎么可能呢？我要是见网友，怎么可能带你爸爸来？啊？那你们今天突然来是干什么？想你了呗，来看看你了。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。哎，不吃了，晚点再吃。有点豆子。我们这场仪式呢，预计在7:20左右开始啊。到时候呢，就提前把这个电闸给拉下来，让布林布置的变漆黑。等人一到。 就把这个吉他的伴奏给放起来。哎，您别急他了，我喜欢小提琴。不是苏总，你不觉得这个吉他噔噔噔，它这个很有青春样的气息吗？我觉得还是小提琴好。还有，我觉得什么理化材质不要太土里土气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老妈？你知不知道是谁喜欢？那你得听。OK， 那咱们就到时候人一到啊。 就把这个小提琴的伴奏给它响起了，然后呢，给你准备了10分钟的这个。
把你的肉全部都说出来，够不够？太久了，我没准备那么长的稿子。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当我不知道？编瞎话从来不打草稿。我就当你在夸我啊。行，那就这么安排啊，我们就开始行动吧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努力！谢谢。愿不愿意成为我素素的妻子？两个人若今世再无半点亏欠，愿和今生穿越人海相见。你愣着干嘛？猜呢？我一直在唱为你写的每首歌。这个医生我跟你解释不清楚，先嘱咐他啊。月，你快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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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我会好好照顾。有你就是晴天，没你就不习惯。穿越人海相见，可是我想你想你在每个夜晚，可是我担心担心没被你发现空白的照片。如果你不爱也可以，也不用说抱歉。想你想你在每个瞬间，可是我担心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身旁苏醒，就连吵架也很过瘾，不会冷冰。认识你这么久了，我越来越觉得你就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感谢你愿意包容我的一切，感谢你愿意为我做出改变。未来的日子，我想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空白的照片，如果你不爱也可以，也不用说抱歉。想在每个瞬间，可是我花千金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唯一这一件事情了，太让我们称心如意了。过来。